待在森林之王？一定是最欢乐，然后最最棒的一次。因为 Coco 老师非常的出来了。谁不知道？我们先演啊，记者外星也不知道啊。因为他非常的活泼，对，然后又开朗，对，然后舞台经验非常的丰富，一见他就有好心情，对，一见你就有好心情，你真的很爱唱。那幼杰老师呢？对 Coco 老师的期待，对啊，就是我希望被又讲出来了，我希望就是可以。吃个火锅啊？什么？你不是说对他的期待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就想约他吃饭。那我们也可以去吗？可以啊。但我感冒了。没有关系啊。没有啦，我对他很有期待，就是我也很想要抱抱他这样，但是因为感冒，所以我刚看到他的时候就这样隔空跟他拥抱。哦。隔空。OK OK， 那今天你的位置怎么样？注意一点。联访，联访的时候我会那个戴口罩，拍照的时候先假装没事。好 ，OK， 谢谢幼杰老师告诉我。介绍我们都是电话的。对，很快很好，要保重哦，哈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让联访老师，我们就现在要郑重的欢迎。直接在台上这样直接闭牙。
正，是一个什么画面？对，是一个字眼。我是哦，好，来去用下去。好像是一个怎么越来越使劲，越来越赖的。因为刚今天其实高考老师来了，很好玩。你没有？我没有。那我有。下面我没有看到。明明早上，你敢检查又这样吗？他是刷牙了，没有，干净，因为我签你亮白，你是用什么牙膏啊？亮白哦、啊。我们今天很像是在上英文补习班，因为 Coco 老师一直很多的英文单词。You are so excellent. No, thank you. 有谢谢， yeah. 谢谢。对，刚刚吃的那个饭团看得出来。讲得很详细，都把午餐告诉大家了。好，同时今天很开心看到 Coco 老师来这边。那在刚刚我们已经录完上半场，下半场还要再有劳 Coco 老师了。哦、为什么？没有，今天这场不是结束了。哦，是结束了。没有，还没有结束。我们是先记者会。Thank you, I love you all. Now we're going to take a picture, how about everybody? Okay.